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lie， 我今天在 BTS 喷气这边有一个中午的美食区，这边吃午餐。哦，今天下雨耶，好可怕哦！所以大家看一下这附近的区域吧。这中午的市集就在 All Season 的旁边，在 VitaU 的路上，是当地的上班族中午都会来找吃的的市集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食物，从正餐到小吃都有哦。除了在巷子内，就连马路旁边也有摊贩哦。就是大家有看到一个店家有很多的菜，这个菜泰文叫 dap kao， 就是配菜的意思。白菜这个很好吃。啊，你过来拿卡，它的。除了滴滴的。哦。还有瑞麦里面。麦麦好吃吗？我刚刚点了一个港靠，就是配菜，在这边卤白菜，像是这类的豆浆或泰奶的店也是蛮多人会买的哦。朋友 Tego 他买了这一杯是泰奶，然后上面有很多料哎，这杯才30块泰铢，我觉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这个市场来逛一下。刚逛了一圈啊，我觉得这附近还蛮多东西可以吃的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打算点猪脚饭，因为这里有一摊猪脚饭，我觉得看起来还蛮好吃的。你买了吗？我现在买哎，它没有塞，它没有塞的。哦，我知道肠子，对不对？它没有塞的。太猛了，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吗？我是看它好像吃嘛，还看起来很好吃哎。鸡吧。哦。安妮改菜吗？แต่ว่ารสชาติ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ใช่ไหมคะโอ้ติดหนังไหม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โอ้ฮันดูผมชอบที่ทานเขาแก่好多ได้ค่ะโอ้ขอบคุณนะอันนี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ครับนั่น40ค่ะ40ค่ะ Pizza 的话是50块然后会肉再多一点点你可以选这个饭它变套ตัวนี้ข้าวนี้กับไก่เนี้ย45 บาทข้าวนี้ไก่เหลือง40 บาทอ๋อ你可以选这个这个是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它是姜黄饭配上卤鸡腿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这是卖饮料摊贩，卖食物的地方都会有。刚点了那个靠卡姆。哎，我不是点扣卡姆，是点它另外一个产品，是卤鸡腿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黄姜饭。哦，好嘞，这是它鸡皮。好嘞。然后这是我刚刚点的，我刚刚买的卤白菜。这卤白菜有点油，但是配饭刚刚好。吃完了，那现在回去了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的话，我会把它的资讯贴在底下资讯栏，大家记得点开来看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